开始啊，他要占时间了嘛，他磨压时间了，这意味的是因为一次注射的，一次注射等于一样。它都是从这里吸上去的料，那里都跳开了。到前面看一下。已经做好了，它是往里面喷的挤嘛，有螺杆挤进去，热满出来为止。到前面看他跳。